大家早上好，我已经起来了。今天闺女是8点钟起床，我先给她把这个八宝粥给她热一热。昨天晚上吃了2碗，还挺好吃的。我是不加糖的那种，我家闺女要加糖。给她热一热，等会她8点多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吃了，不用再热，因为热的时候有时候太烫了。给自己煎2张葱油饼，就是葱香味手抓饼，带去留着中午吃。看这个葱油饼，这种葱油饼就挺好的。我买的是台湾风味的，另外一种就是有点像鸡蛋饼那种就不酥。那个东西就是那种的话，要放，要放那个很多很多的油，它才能酥脆。这种就不用放。我弄了3张，这张给我闺女，等会她配的这个八宝粥吃。我这2张带着，我给她晾凉了，留着中午的时候吃，当午餐了。你看这个，很容易蓬松起来，很漂亮，鼓鼓的、脆脆的，多好。出门了，天都亮了，之前还是黑黑的呢。但我这次戴了这个厚的手套，不然晚上骑自行车回来太冷了，冻手都是冰的，一定要注重保暖。德国的冬天这也很冷，虽然它没有下雪，不代表它不冷。看看，快到学校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好漂亮啊！而且又不冷了。我这个手套太厚了，我手戴在里头都冒汗了。到学校了，这是来烧开水，我不知道烧多少的，烧的还行。下课了，我现在要去等公交车了，但公交车1个小时才有一班，挺烦人的。这个周末我婆婆他们到我家来，要吃我老公做的披萨。我本来还以为这个星期五不是黑色星期五吗？我还打算去带我闺女去打折村呢。奥特莱斯去看看，结果我婆婆他们来。刚才从手机上查了一下子，可以坐地铁，然后到另外一边去转另外的公交车，就等的时间比较短。不然的话，我要等到12点27。现在的话，我就很快了。12点10分就有一班车，我现在走到地铁站。我决定我就站在这儿不走了，已经到这个 S 班这里了，天暖和得不得了。刚才碰到我们的老师，他问我，他说你干嘛去啊？你的自行车呢？我说我去上班去。他说啊，你要是工作，你还有上课呢？我说是的呀，没办法，我说我回家还得做饭呢，这不就是生活吗？没办法的。上车了，马上去上班，人还挺多的。下班了，又下雨，下班下雨了，还好我带雨披了。等会骑自行车还能骑得了。我等会还要去买菜，家里没有菜了。看这个雨下的，我本来以为我要去买菜，我老公已经买了。我闺女跟我说的，你老公已经在家做饭了。哎呀，还行啊，我本来以为我回家要做呢，昨天也做了，今天也做了，这个男人表现不错嘛。在这等地铁，地铁又晚点5分钟，哎呀，烦死了。我都还要骑自行车呢，看这个雨下的。车站几乎没什么人了，妈呀！啊，不是我的车子，我还以为我们的地铁来了，结果是乌班来了。这一下是我们的车子了，看到了，来了！妈呀，这雨下的，我烦死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，
学校了，我来骑我的宝马车子，自行车还在这儿呢，都看不见了，黑漆漆的。这就看一看，这就是我的车子，哈哈，湿哒哒的。嗯，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哎呦呦呦呦，看我闺女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冻死了。看看，我老公已经坐了锅了去了，里头放的是我们采的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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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这个水，采的流感菌，配面条。锅了其实就是，红烧牛肉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谁的碗？我的。你咋这样呢？人家都把我就……哦，有有有有有啊！你咋这样？他都把我就整了。够了。那你都没有把你的盘子拿过去，它不好放。他听懂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嗯嗯。看看看，哎呦妈呀！好吃的不得了。呀，肯定的。这个牛肝菌可不是一般牛肝菌，是我们自己采的，能不好吃吗？对吧？来到家就吃有饭，哎，挺好的。我以为我今儿还得要买菜，然后再回来做饭呢。红烧牛肉意大利面。嗯，中文熟。在国内都是有那个康师傅红烧牛肉面，在德国有我们家欧巴牌牛肉面。看看我们。不是说我一个人吃完了，我们仨都吃完了，就剩我闺女还有一点，我还要继续吃。你不吃了吗？也没吃。OK， 你要吃吗？我闺女也不吃，就我吃啊。加油！剩下的面条我都给她放到这里头来了。下雪。嗯。我老公喜欢放奶酪，他说下雪了。下雪奶酪。Es hat geschneit, richtig。Geschneit. 好的。哎呀哎呀呀，这样子全裹的是酱，好吃啊！我等会还得要写作业呢。我真的是狼吞虎咽，其实应该慢慢吃，细嚼慢咽，但是太饿了。我老公这里头放了辣椒，你看小米辣。很辣呀！星期五那天从亚超买的。不辣。辣的。不辣。我让我闺女。给我削两个胡萝卜，我老公说今天这个里头的这个面条的这个酱啊比较深，然后他说放了胡萝卜，然后还有红酒在里头了。我让我闺女赶紧给我拿两个胡萝卜。上当了，长得像胡萝卜。给我削好了，你看我已经吃上了。哎，搁着吃，搁着吃，谢谢。太恐怖了。他理解不了我喜欢吃胡萝卜，连胡萝卜都喜欢吃，你先把我吃了。喜欢吃胡萝卜人多的了，都洗干净了呀。你可以把这个洗碗机给关起来了，你就不用绕着走了，往里头推。对的。原来打蛋器那两个玩意是可以放洗碗机的。对呀。不知道。只有木头的不可以放，你没发现我们家切菜板和木铲的勺子都不往里头放吗？因为是木头的，它经过加热了之后就不行了。那真的好。那今天挺好的，晚饭不用我做。结果呢，收拾桌子也不用我收拾，都是我家大闺女收拾的。全都是我一个人哦，我杀了四个锅、啊。四个锅，在这擦呢，还挺干净的，给大家看看擦的，干净的啊。哎呀，谢谢大闺女，你看，生孩子还是有用的，对吧？好了，跟大家再见吧。晚安，我要忙了。拜拜。